Hello， 我系 Matthew， 欢迎翻到影片，欢迎嚟到第十集嘅 Pokemon Sun。咁我哋上一集咧就打赢咗水嗰个考验啦。咁我哋今次咧就去嗰个叫系咪叫皇家大道啊？咁嘅嘢咧前进。中意记得俾 like 同埋 subscribe 我嘅 channel 嘅。我哋 intro 过后就开始啦。好，我嚟到呢度咧就系六号嘅道路啦。咁咧就前面咧就系我嘅发生咗啲事啦。咁究竟系发生咩事咧？我都唔知嘅。诶，骷髅队喎，希武希斯，咁嘅训练家可唔可以帮手喺呢度？唔好攞一对住我哋。你咪就系美乐美乐嘅 Pokemon 训练家。咦，認得我？呢啲家伙係 Pokemon 嘅小偷，你識唔識佢哋啊？唔識噶，你邊個嚟？冇可能吧？我叫哈普，大城市真係厲害咧，連 Pokemon 小偷都係光明正大咁出街啦。嗯，其中一個人就交俾你啦。我哋唔係小偷，呢係我哋嘅生意。喺未來未來失敗就俾人踢去阿卡拉，佢又唔會認輸。即系点咩意思？即系嚟阿卡拉降贵，我嚟阿卡拉打又系升贵。哇！食木催眠兽，我正头又系难度。咦，嗰只附我气球啊！仲嚟玩嘛？要踩佢哋吗？好踩啦，即系我帮佢洗干净。我咪同我哋讲拜拜，仲系讲我嘅兄弟讲咁多，都系为你留个印象，你同我好记住。即系咩意思？唔知翻去吗？哦，好彩有你帮手。哦，对战时要把握分寸，都喺各地像诸多巡礼，有缘别处再相逢吧。都可以试下皇家对战，以你本事冇问题的。我话有得骑我哋嘅添，苏珊，咪睇下坏先。歪都系，歪都系嗰三隻。好，我哋而家去呢个皇家大道。哇，好似好大咁喎。因为皇家对战唔好似打道馆咁，我有少似系。咁咧，我就出去喺附近傾下偈，同埋幫啱啱打完骷髏隊嘅 Pokemon 補血先。我哋一陣間再翻嚟。OK， 我翻嚟啦。咁啱啱行咗呢個花園一周啊，都 OK 嘅，都冇乜特別有用嘅咩啦。當 Pokemon 進化，咁 B 個會令佢嚇到停止進化。我咁衰咁人哋進化唔俾佢進化。誒，咁係咩嚟嘅咧？加拉。古歐係啦，佢每次有咩事，佢就會嚟到皇家巨蛋行兇狠，填滿佢嘅孤獨。究竟呢個皇家對戰係咩嚟嘅咧？Can you tell me？ 皇家對巨蛋進行皇家對戰。OK。哇！被大家一齊圍攻，就代表係犀利嘅訓練家。啲咩防守系唔会赢，即系皇家对战。诶，即系点四个互打？无缘超人啊！
全皇家无面人。博士，系皇家无面人，我真系博士，我真系博士。阿罗拉自古流传嘅一种 Pokemon 对战形式，皇家对战咩啦？皇家对战就系四个，系三只 Pokemon 嘅 Pokemon 对战。一方无法战斗嗰时就打 Rara， 训练家就可以获胜。来试试我哋各派出一只 Pokemon 打场。咦，后卫上面夹喎，系咪真系好明过博士啊？我真系谂四条喺度打 Pokemon 皇家对战，准备开始。即又要打佢只胸，我真系又要磨嘅啫，又要磨死佢只胸。哇！真系上次磨佢只胸，真系搞到咩？皇家巨蛋对战虚无坐席嘅体育馆，气氛非常热烈。我四个口，已经用泰瑞嚟投个口。啊，系啦，金属怪啦，加咁多嘢做乜啫？咦，佢派鱼三家喎，嗱、啊，一定博士啊，博士唔怕岩狗狗，唔知派乜。哇，呢只先难打，呢只真系。究竟点打啊？呢个嘢？拣招，哇，乜都靠我绝佳。我一揭落佢系博士嘅咩？佢用 protect， 哇哇，唔系打我咩？喂，唔，点解要咁样呢？用先继续劈牙啦，我觉得劈牙几好。打空打空打空。哇！诶，今次我呢个好玩之处系四个互打咧，我唔系成日俾人打嗰个。Finish him！ 喂，我噶，嘿，我的。好死一隻，怎完啊？即系咁辛苦打一隻，然之后哦，哇！即系一人企翻个点，咁咧轻松战胜强大嘅对手，唔错吧？即系一场热情燃烧嘅比赛，下回就请你喺我考验燃烧自己。我是火焰队长卡奇，通过抽道路就在维拉火山公园，就是山顶等他们，就是这样。我没有黑火系的东西，你考验了人如何和 Pokemon 齐心协力开心面对，为什么知道我是考验什么？他要享受 Pokemon 对战，不理他。我又冇忘记，我悟空必须靠自己生存下去。咁感觉好累，同大家做朋友一定好有趣。虽然唔明白好有趣，所以佢先参加皇家对战。有啲 Pokemon 好似好高兴呢。Hi， what do you have to say？好，咁我哋出翻去先。应该迟啲我会试下喎，自己玩一下。不过诶，几好玩呢个嘢。好，我哋 check 下我哋下一个目的地喺边。我哋去个火山公园，火山公园点去？哦 ，OK。我哋叫翻只牛牛。啊！喂，个小朋友。咩嚟噶？呢个停车场嚟噶。
呢度有间超市，有只催眠兽喺度，好可爱嘅。诶，呢度就系我嘅七号道路啦，去交一交任务先啦，系咪？我要咁样。利用包包的整理空间会更方便。厉害伤嘅，那个叫咩 ？Hyper Potion。系咪冇得避？除咗行草丛之外，俾你参观 Pokemon 咁衰嘅真系。喵喵，观光下，metal 噶啦，唔系嗰个，嗰个金属怪，系咪叫 metal 镜啊？好似，啊好嘅，好行，谂住，得，你，你睇翻呢个咩系？你睇个火喺边度？火个火场，所以有啲麻烦。另外咧，大家可能会见到我只衣背咧，俾啲牵锁，我应该尽边只衣背好。咦？洞穴开去山顶，一定去呢度嘅啫。喂，到门咯，落翻先，落翻先。诶，搵到神奇，搵到呢个奇妙的生物。木炭，好，落翻。所以覺得有啲唔同咁嘅，佢呢個岩石封閉咗，恐怖嘅。咁恐怖嘅，啲窿唔同啲，精英用機拉。你不是認真吧，同學？点解我谂起嗰只咩 ？Tyranitar 系叫游击啦，系啊。Psychic type 嘅，好 bullet punch， 哇！我有几多？啊，唔系啊，唔想听，都唔系听。佢好似系因为放屁啊，冇佢帮我听下死喎，好唔好？我错咯，要求精灵，精神嚟人，亦都唔系好好咩，好精好好杀嘅，我好少系，做咩先系？系啊，绝招。系喎，虽然有怪，但我都想睇下。哦，鸭嘴宝宝，喂，捉认真呢个可以捉只喎。鸭嘴炎龙都几型仔。等我睇下，等我睇下，我再睇。O K， 好，我先。阿叔，我依部有听咧，依部。认真，我真系好好奇紧咩喺边度。即系用咩买咩进化石好？因为我知道佢有得买进化石嘅，喺呢一个岛入边，即系梗系唔喺呢个公园度啦。我突然间想同你打，真系咩？好可爱，佢个姿势。哦，石头，我好重头嘅，睇下，我睇下小镜会，出到嚟，哇，哇，唔会弹你出嚟，我真恐怖，我要打你下先，我做啱唔啱先？你啱唔啱？哎，我输完啦，唔叻，你真系连头都教，你做。哇！我最尾嗰步咩？夜道火色哦，夜道火色原来喺度捉嘅，
就练下打火系，打火打火系反而系 psychic type 好，即系我之前可以出得劲，惊啊！变光线，我乜嘢？我落翻去，恐怖呢啲嘢，每落一个博都。算，我放弃。哇，咁呢度以系咪呢度系咪就系个开得补血嘅话几好喎、啊？真系几好喎、啊！你又讲咩？水岩石或者地面系嘅招式。咁今集嘅時間都差唔多啦，下集咧我哋就去呢、這個入呢、這個呢、這個叫咩？呢、這個叫呢、這個火山公園度打嗰個隊長。咁咧，中意記得俾 like 同埋訂閱我嘅 channel 嘅，我哋下集再見啦，拜拜。